嘿，我是薇薇安，我想跟你聊聊我的故事。在拿起相机以前，我以为从家到单位就是我眼里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在屏幕里看到 meeting 踩着滑板在冰岛的公路上奔向火山，我好像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去追寻那些伤神心跳危险的事情，也理解了那些攀登高峰和追逐星空的人。于是我也试图拿起相机去追寻我旅行的初心，去经历，去后悔，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你可能从来不缺乏冒险的勇气，只是缺乏一个冒险的理由。